杨大妈，看到没有？我这个过来之后，看到没有？但是这种感觉啊，这过来之后，你可以紧走，打，啊，然后呢，上扫，啊，七，啊，是这样，转身，紧走，啊，转身，然后对方跑了，往你，往这边距离不够，转，好，低头，啊。啊，还有一种是串行，然后换这个双打啊，好，转身顶走，然后这个是一拉过来，好，你们往这儿走，好。转身过来拉，好，慢动作展示啊，对方打我过来啊，接你拉打，好，这另外一种过来打打打的话，对方另外一看出拳还是这样下过来，对方一躲手是缠住了，对方打我面膜啊，架双手架，双手架，然后同时啊踹击对方的下盘，踹完之后，然后扣步上步转身上肘击打对方，啊，再讲一次，踹击对方的下盘，好，这个手不要松开。手要粘着对方的手，好，给他施加一个压力啊，然后后脚转身啊，顶肘砸击对方啊，还有同样的，对方打过来，好，缠打。打完之后，我转身又一打啊！把针再整个细啊！再来，你看这个肘一下旋转，旋转过来，还是击打对方的腹部，然后往对方的身后转身，啊，打下盘也可以，打上面也可以，啊，再来一次。看，对方要打我怎么办？对方这个手过来了，不怕吗？你打啊！那对方可能会，哎，对方另外一只手肯定会要打过来，打我，对吧？打我，我手一架，你手就过来了啊！要这个事事要连贯啊，环环要相扣啊，对方可以快速点。啊，是这样的啊，啊，还如果加上腿的话，就是控制住啊，啊，主动进攻，这个是主动进攻，去打对方